多少了？好吧。这个队友还行，这他直接来要求。现在有很多 APP 可以去找。只能拍到半身而已啊！拍这样就好了。啊？拍这样就好了。有啊。对啊，那你要投哪一个？我觉得这个不错，还是感觉它没有负的，就是要做收益，十块而已。我们来用夹，随便鸭子吗？夹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是狗吗？我看。青蛙，我要夹那个橘龙，喷火龙，喷火龙啊！那我们从这里，从这边，哦，这里好多，你看，从这边，从这边，从这边看，来，你看，快，等一下，你有喂吗？啊，你说是盖阿在啃哦？哦，大家请假呢，你看，哦，
你看大家争先恐后啊，你慢慢倒嘛。那、啊、鱼太多了啦。爸，鱼真好多、哦。啊，你那个等下垃圾不要乱丢哦。你要再买一盒给我。你去投啊。他们看起来很饿哦。等一下，你来跟我同一边呐、啊！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上那边就好了，你看那边。那边好不好？那边，你往那边。哦，你看，像甲安尼啦，迄边啦，甲你讲迄边啦，感觉熟悉啦。对啊 ，Hello， 中午也累好吧？中午也累，你安尼，你安尼啦，你安尼。这，阿姨唔只系规定手。哦，一场大乱斗，你也看，大家安尼，哦，拢个枵的啦，鱼啊哦，鱼啊，唔知饱啦，互我食啦，好行。我今天花了1000块。你的背包快掉下去了！对啊。你的背包快掉下去了！你看它上面有血、啊。拿给我。有啊，它上面有那个压压。好，我这里下去。我拿。你看看。快。不会，我知道。它吃吗？吃吗？吃哎、欸！哦。我想丢到它。怎么都没有丢到它？丢出去一点，让它跑过去啊！我那两片乌龟都来了、欸，等较远的啦。我要给另外一个。有啦，你等较远伊就收了。这里哦，夜路啊。你等较远，等较远。哦，这啥物件？哦，夜路，吃啦，你要倒啦？啊，背伊啊！夜路伫啊，夜路伫石头面顶，你有看？乌龟在吃哪？有啊，你等落，有物件吃伊嘞。哦，乌龟水出去，哦腰，哦。冰棒球，无啦，你要倒在手上再压啦。逆光嘞。对不对？啊，就在这里好不好？废话。啊，那里还那里，那个圈圈那里啊、哦。好啊，来，妹妹，等一下，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是不是有那个符？那个不是到圈圈那边。阿娘，在这边拍照吗？不是，再过去。再过去。没有什么。哦，那是石头啦，我以为是那个嘞。走，来这边。
好了，到了，喂了。丢啊！嗯，盒子也留着，走，盒子留着，这给你，盒子给我。我不喜欢鸭子。好，拿好。他在抢乌龟的食物，我只对乌龟好。比较喜欢乌龟啊？对。对，我到三号的清水。服务区啦，清水服务区，我们要不要先去幸福天空？幸福天空在二楼。好啊，看起来好像是鱼的哎。是吧？那不是吧？都蓝蓝啦。有什么？那是卖吃的啦，有 Subway，然后汉林茶馆、熊喝甲、咸酥鸡、手摇啊。不过我们还是上去看看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很高呢，哈。啊，你这次包背包什么，在那边摇摇晃晃。很陡。背到后面啦。天启四年的何人聚台？定义锻炼何人？不、哦，我差点就死掉了。看路，看路的。没什么，不，你看到啥？免费使用，无需投币。你看得到吗？哈？你要不要看？来给你。可以啊，你要贴近一点就可以看。真的？哎呀，那是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啊，可是我看不到。有吗？有了吧，某个角度有没有？好凉哦，我喜欢这里。好像是那个有句子的，哎、欸，什么是鸭子？好好可爱哦，那鸭。乾隆鱼。鸭嘴石呢？哈、哦。拍得到吗？嗯。在上面拍了、啊。这上下左右都是哎、欸，上面也是哎、欸，哦。
就这么一个地方了。来一个是压缩区。为什么我看了会晕的感觉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它有放大效果。这个是鸭嘴熏，然后下面是熏龙，鸭嘴熏来了，鸭嘴熏，我们过来二厨。那个中间那里也有。它这里有那个虾，颜色跟那个贴近有点堵。你看上面的比较近。有点堵。这边绕一圈看有没有来。哦，这里比较近。哇，再来。有点堵。哦，有点晕晕的，有没有晕晕的感觉？嗯。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。很晕哈。好，给你。我要去中。全家我很喜欢，全家他有在卖烤地瓜，我们等下去买烤地瓜。Thank you.